哎，俊松，请出你的那个助声嘉宾。我的助演嘉宾是一个非常年轻、非常阳光、可爱的一个小伙子。他是我们联合国的教育大使，他对音乐和表演都有他自己的追求。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很短暂的合作机会，但是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，所以这一次我把他请来了。哎呦喂，小帅哥，请上场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一只小绵羊啊！哎呀，好了，活死我了！来跟大爷握一下，来，这还有俩大爷呢，快，杆儿，哎，好嘞，嗯，这儿有阿姨，快，你好，你好，亚文老师，你好，尹正老师，哎呦，劲松，你讲讲你为什么请来王源做助声嘉宾呢？我就想找一个动画片，我就想到他了，我觉得他特别合适，而且是很阳光的、很干净的那种。我觉得你很有心机哦。王源带着多大流量呢？你知道我们跟他一块录节目，只要他一举一动底下都嚷嚷，都啊，就晕倒一片。你找了他来，你这不是有意识的让观众投票都投给你们吗？哎，你别说实话呀，投给我是好事儿啊。刚才说怎么想的？说，说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哎呦，你这种人我算是见识了。哎呦，我真没说。我替你说了。王源是一特别懂事的孩子，每次我们在一块录节目的时候，全都有新鲜的果汁。哎呦，而且说这个果汁在北京还得排队买。哎呀呀呀呀！我没有一次没有喝到他送的果汁。哎呀，我没有一次喝到啊。以后千万别买东西啊！有一种叫转账的，你会是吧？会转账，直接给钱就行了啊。哎，不用费那么大劲。嗯，嘿，那我们就用掌声欢送二位到配音间。加油啊！加油！他俩长得真有点像父子。不好意思，人老了，说话有点迟钝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劲松老师的助声嘉宾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现在给谁了？王源，我给你出个难题，好不好？紧张吗？我压力好大呀。配一下刚才那段白雪公主好不好？哎呦，凯叔好损啊，凯叔老出小阴招。好，那我就大胆的试一试。大胆试一下，现场那开始吧。嗯，这巫婆撒开来。没事，把苹果浸在毒液里，让那些毒汁渗入。哎，怎么还没来？别着急，马上就来了。看他的表皮，那是他内部的象征。现在变成红色去引诱公主，使她肚子饿而吃它。要吃一口吗？这不是给你的，是给白雪公主的。当白雪公主咬一口我手上的苹果时，他就会停止呼吸，血液凝结，而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了。你干嘛？
打你！喂，你是在开赛车吗？啊，你干脆直接把我弹射出去算了。讨厌！重阳，咦，太恶心了，姐姐太恶心了！哎呀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女人？长得又丑，还有虫牙，还不会开车，这衣服的搭配，全让你一个人给占了，简直是！闭上嘴，别看我。你是谁呀？我。我。是超级无敌美少女莫小娜。赵老师对这一段的演绎完全是殿堂级的演绎，让自己也看到了差距吧，也让自己有一个更学习的目标。辛巴，你看，阳光照耀到的一切，那是我们的国度。哇，一个国王的统治跟太阳的起落是相同的，总有一天太阳会像我一样衰老下沉，并随着你登上王位一起上升。这一切都是我的吗？是。阳光能照到的所有东西，那有阴影的地方呢？那在我们的国度之外，你绝对不可以去的地方。我以为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啊。你错了，国王也不可以随心所欲的。为什么呢？孩子，你看，所有的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，身为国王，你不但要了解，还要去尊重所有的生命，包括爬行的蚂蚁和跳跃的羚羊。但是爸，我们不是吃羚羊的吗？没错，我来给你解释，我们死后啊，身体滋养青草，而羚羊是以草为生的，所以生命相互关联，才会生生不息呀。嗯，我真的好像父子了那种感觉。那刀疤叔叔，你猜我去了哪里？我最痛恨猜谜的游戏。我将会成为这里的国王。啊，真好。爸爸刚才带我看了整个国度，我今后会统治这一切，我今后会统治这一切。好吧，原谅我没有高兴的为你跳起来，我背上的伤又开始疼。啊！刀疤叔叔，如果我是国王，那你是什么？你是猴子的叔叔。你好奇怪啊！还有更奇怪的呢。哦，原来你爸爸带你去视察整个王国了是吧？是呀。有没有带你去北方边境太阳升起的地方？没有，他说我不能去那里。他说的完全正确，太危险了，只有勇敢的狮子才会去的。我很勇敢的，那儿有什么？对不起，辛巴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辛巴，小可爱，我必须为我的王子侄子着想。没错，我是你唯一的侄子。所以啊，我更加的要保护你。年轻的王子不适合去大象墓园。大象的什么？哇哦！哎呀，天哪，我说的太多了。不过我猜你早晚总会发现的，你从小就是如此的聪明。啊，帮个忙吧，跟我保证，你绝对不会去那可怕的地方。嗯，没问题。这才是乖孩子，快去玩吧。一定要记住，这是我们的小秘密。